一年一度的华人春节庆典四海迎春圆游会呢，在美国洛杉矶拉开了帷幕。很多商家呢也和市民来同乐，把最优质的产品提供给广大的消费者。而作为拥有专利配方的视觉保养品牌嘉士会中心，也出席了这次的活动，向民众宣导眼部保养的重要性。在这次圆游会中，很多民众都围绕在嘉士会中心的展位上进行咨询，可以看出消费者们对于眼部健康和保养越来越重视。这个产品呢是现在世界上最高含量的花青素，可以改善18种眼睛的问题，比如说轻微这个眼干、飞蚊症，还有这个流眼泪，还有眼睛的疲劳、老花呢，都会在3到6个月的时间改善得非常的好。如果您要是这个青光眼、白内障、黄斑病变，甚至这个糖尿病所引起的一系列的眼睛的疾病呢，您我们这个临床证明呢是6到8个月左右，眼压会降下来，还有这个眼睛呢会让你非常的舒服。在眼部疾病中，青光眼是至今眼部失明指数最高的。青光眼80%以上没有临床症状，只会默默地让您的视野越来越模糊，最终导致失明。可以说，青光眼是真正的寂寞冷酷的杀手。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，有青光眼困扰的民众也是越来越多。嘉士会中心开发的诗慧灵在新年期间推出了促销活动，公司希望把优质的产品分享给消费者，给青光眼困扰者带来福音。诗慧灵这个产品呢，我相信很多台湾的这个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的了解。现在我们这个产品呢，已经在日本的井上医院呢是专门主代理我们这个产品。现在如果大家去这个日本去旅行，可以看到日本有40家的眼科医院都全部都有代理我们这个诗慧灵的产品。去年的销量呢，我们已经超过了明治的眼睛的产品，所以真的是诗慧灵的产品，我们在美国卖这个买当然是最优惠的了，特别是现在这个新年的期间，我们都有一个新年的优惠，所以在美国的华人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诗慧灵的优惠活动。新年期间，关于嘉士会中心更多产品的资讯，您可以登录官网进行了解。卓天频道采访报道。